呀，可以开始了。早安。好。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精进菩萨，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老师，晚上好。Hello。Hello，在我们的这个上个星期，甚至我们所谈论过的地藏宝忏的种种的法义之中，那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一生中啊。真的受了这个过去世种种的恶习气呀、我没有说好习气，就是恶习气呢，在纠缠着我们，缠困着我们。我们大家都懂啊，我们每天要度一切苦厄啊，但是我们总知道要度一切苦厄，但是从没有。真正的去体悟间中的方法，即使我们懂了方法，我们也没有尝试的进入去思维和修学，所以变成我们累劫累世所有的恶习气，没有间断的随着十二因缘，在生死轮回之中不停的轮转、轮转、轮转。所以你读了这个地藏宝忏嘛，你原来知道，原来种种的习气，它带给我们种种的一些遭遇因果啊，是非常的可怕。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可怕吗？当我听了，虽然我没有上个星期没有陪伴你们上课，我听了之后，我觉得说，你们应该升起一颗恐惧之心啦。但是这个恐惧之心，不是说暂时的，他是永远会在恐惧、害怕因缘恶果习气所操纵使我们在六道里面不停的轮转。如果你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少许的思维啊，我跟你说，你一定会想办法解脱，你一定会想办法离开、解除这种种的苦厄。当然。我们真正啦，我不懂你们。我讲了这样的一系列的话，你们有没有想到马上浮现是我要用什么办法？有没有思维到哎，我应该用什么办法呢？其实我常常在讲的，最为我们最主要的，能够让我们在错误的知见之中，在我们的这个苦难之中脱离的。一个方法就是六波罗蜜了。我刚刚下午还跟两位师兄谈起这个六波罗蜜，今天我就有一个灵感，说我应该告诉你们了。真正在我们现在目前这个当下这个修行的过程之中，第一个要修的就是六波罗蜜多了。那六波罗蜜大家都很清楚，背得朗朗上口。背一背给我听啊！你们说布施啦、持戒啦、忍辱啦、精进啊、禅定啊、波野哇！一讲到第一波罗蜜，第二清清楚楚，但是并不明明白白哦。我会背六度，六度波罗蜜是跟着层次性的，你不可以调乱性的，你不可以把波也放前面，把其他人都放没有，它就是有一个这个层次性的一个修学，懂，大家都懂。但是我今天呢又特别的就说我们的所说的刚才所提到的炒冷饭，又炒一炒吧，冷一冷，炒一炒，烧了又可以吃一吃，对吗？冷了又炒又可以吃，就是这么样子的一个串习。老师呢，其实陪伴着大家，看着大家在心性的一个进度，
我要的真的是人格性的成长，人格性的改变，为众生而改，为自己而改才有用啊，才有用。你不要只是自在于今天来听法是因为我要聊，我要知道就好，不是，知道没有用，要修要改才有用。所以我大略呢，就是因为这个六波罗蜜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师兄他们根本上没有办法能够进入真实的六波罗蜜的修行啦。你们能够牺牲自己的精神和物质吗？甚至你们的生命吗？能吗？你在想，我的精神牺牲我什么精神，牺牲我什么物质，牺牲我什么生命？这就是为利益众生而做他人的事，而做出这样层次上的一个付出，精神上，时间上，还有我们的这个物质钱财上，还有甚至要我们的生命也没问题，这叫做布施。但是布施也有层次上的一个不同，我就简单的说这个六波罗蜜的第一个波罗蜜，只要记得哦，原来布施就牺牲自己的精神时间物质甚至生命去利益众生，就叫布施。第二个，你有没有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呢？你有没有在这一方面尽量的去积的去保护生命呢？去维护你的善行呢？你只要记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就做到了所谓的持戒了。很简单，是很简单，对吗？啊，你当然我们有菩萨戒啦，有比丘戒、比丘尼戒，什么戒五戒都有，但是你只要做一个持戒者，没有多大了不起的。我们要做一个持戒，持戒，持戒，我们有持戒，持着这个戒不要动，不要动，但是要把这个戒力转化成更有智慧的为众生护持众生，就是记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简单吗？很简单。那第三，忍辱，我刚才有听重复听的这句所说的，那也在忍辱观，甚至这个所以有问哈，这个忍辱啊，虽然我们说忍辱啊，忍辱这个忍啊，哦，忍有用吗？真正能够去除我们人生的苦痛的一个方法呢，就是要不怕困难。所有的弊害啊，所有的险路啊，所以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啊，我们就怎样勇敢的向前走，热了没关系，我忍了，忍我忍，种种这个前往直走，那对于祭祖所有利益的事情，我们都这么的走下去，就叫做忍辱。如果能够坚忍的话，你才能够达到成功的。不管你法身慧命，你的生活任何方面，你一定要记得。所以我刚才所说的布施啊，你就记得哦，甚至牺牲自己的财富、精神、生命利益众生。持戒就是诸善奉行，众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第三的忍辱呢，就突破，勇敢的去面对所有的事情。这三个前面的戒，就是要着重在我们的行为的改善。所以这个是身戒，我一般上会把它分成这样子，这个是我们的身体的戒，就是改善我们本身行为的一个操作，行为上。下来第四个波罗蜜就是我们的精进了。那精进就是说不退道心，不懈怠，不懒惰啊，要看待，要坚强，要向上，什么都好，我们就走吧走吧走吧啊。有些是因为哈，在这个修持上，他们的精进把它套在说我念多少部经，我做了多少功课，我做了多少时刻的这个修行的助缘，这是其中一个
很少许的一个精进，这是对的，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有所成就的。真正有所成就的就是不懈怠，勇敢的，决心的，不退缩的，遇到什么障碍都是往前走的，那叫做精进。那你精进在哪里呢？啊，抱着决心一定要成就佛果，成就菩萨之果位。那你如果精进了，慢慢呢你就会进入禅定了。那个禅定是我们精神能够集中，能够在当下的境界，对世间的一切意一切爱都如如的去应对，没有被干扰和散乱，我们的内心是那么的安住，那么的喜悦，我们的心不会被外境影响，那就叫做禅定的力量。禅定是要怎样控制你的内心，我们的内心的起伏其实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内心起伏的很大，主要因为我们前面的功夫做得不好，所以我们对于所发生的一切，这个前面所做的波罗蜜之中的话呢，它没有进入波野的状况，所以你就变成说，哎呀，你就一直在做在做，到最后六度波罗蜜修不成。为什么？因为我们最起码的这个禅定功夫没有。那我才说了一句话，五度如芒，波野为导，就是说前面的一二三是五个度，它是要靠后面的第六度波罗蜜，就是智慧波野了。那波野就是明明白白，任何法智我执都要掏空，我们进入一个佛所证悟的所谓的最高境界的智慧，分辨真理的智慧，我们叫做波野。所以只有这个波野才能够引导这前面五度的操作。所以我说我们前面五度怎么做，如果波野不能够呈现的话，这五度的做法那只不过是种了一点点的因，一点点的福，他没有达到智慧，进不到第六识，第六的这个波野智慧了。所以在后面三度啦，三度波罗蜜就是后面所谓的我刚才所说精进、禅定、波野，这个是内心的，是进入内涵的精神层次的修行。所以你把这三度加三度，到最后你要记得，我一定要慢慢的然后达到波野。这个波野呢，以种种的这个波野知识来行三前面五度，我跟你说你可以就真正达到了六度波罗蜜的精华了。所以你看哪里会不能够断除我们前面的恶习呢？种种的恶习一定要通过实修，每一样东西都有一个对治，就说我头痛，我吃 Panadol 它就治我的头痛，那我前面所有的种种的一个习气一定要一个对治的方法，这个对治的方法就是我们日常不断不断的串习，那直到我们觉得这个串习已经成功了，我们达到了波野，那前面的这些东西已经不是，这五种已经不要了，已经不用了，那你才叫做证悟波野。你是证哦，原来就是这样，你不用再去重背着这个五度啊六度波罗蜜是怎样讲，不用了，因为你证悟到波野，波野波罗蜜，那前面的自然就消失，自然就不用了，自然就已经没有了，你就说从此岸到彼岸，那个波罗蜜就是从离苦得乐的方法，或者从此岸苦到乐的方法，从生死的一个彼岸，就是从这个岸到那个岸，所以它的方法就是这样。我今天能够传达的，也希望说大家就从这一刻啦开始学习一下，原来可以对治的，
那你前面的所念过的所谓的恶习气，你就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即使你在过去世已经种下的恶习气，也因为你的听闻实修而马上断除。因为我们知道万法唯心而作，唯心而灭的，所以大家都知道的，对吗？好，那我今天的开示就到这里，阿弥陀佛，可以继续了，对不起。啊，谢谢老师开示，阿弥陀佛。就好像刚才老师提到那个六度波罗蜜哈，单单那个精进波罗蜜就有分为身精进和心精进。我们身体的精进，就好像你们现在坐在这边很精进哈，但是那个心啊，最重要是那个心要精进啊，不要坐在这边参与就好，用心啊，那个心的精进很重要，才能够真正的对大家带来啊。可以调伏大家的习气啊烦恼哈，身要心也要精进，身也要精进哈。上一课我们讲到这个第五个习气的解那边哈，它不能脱离那边哈，第四十面。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一段，故我今日恭对圣贤求哀忏悔。这些都很简单了哈，唯愿三宝地藏慈尊爱莲摄受正我皮尘上来五习，就是上面这五个习气等意消除，一一的都消除。三昧总持入那且定，这个三昧就是禅定的意思。总持呢，这个字呢，你分开来讲呢，就是总一切法。持无量意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们呢，就算修行的人呢，我们要了解要闻一切佛法，好像刚才老师所说的，我们都要能够信受去奉持，然后就依这个法而安住下来，这个叫做总持啊。一切法一切诸法都是我们这些众生啊，就行这个菩萨道，我们应该去学的啊，我们才能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啊，还有那个得到无上的智慧啊。这个总持呢，有的时候你们看到比较简单的解释，它是陀罗尼。你们看到陀罗尼这三个字是总持的意思。另外一个更简单的就是咒，持咒的那个咒的意思啊。那这个总持呢，它就好像是。很殊胜的药啦，能够治疗我们这些众生啊所的一切的那些见惑和思惑啦，这些一切的烦恼啊。入那伽定，这个那伽呢就是佛的意思，在孔雀明王经里面他把佛称为那伽。假如我们得到这个三昧总持啦，得到这个禅定正知正念啊，就进入好像佛那样的禅定了哈。修成禅波罗蜜啊，这个第五个六度波罗蜜，就是第五度就是这个禅定波罗蜜。我们就举念记住，我们的行为举止和心念。都修到定了哈，究竟菩提就得到圆满的觉悟了，成佛了，发无碍变，乐说无尽。这个发无碍变和乐说无尽呢，它是一个事无碍变的意思啦。我讲过，佛有这个事无碍变，就是说法说无碍，持说无碍，意说无碍，乐说无碍，就是佛一切法都很通达，一切法的意义它都很通达。持说无碍是说佛明白听得懂任何的语言文字啊。乐说无尽就是说佛说法的时候用不同的根基的众生都能够听得懂的啊，都能够了解的，都很开心的，听了都很法喜的啊。然后就广界有情，就是到处啦，广就是到处借机救度这个有情的众生，救他们什么呢？借机他们出这个脱离这个轮回海，
同登彼岸啊，去到觉悟的那个岸。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迷的这个岸啊，我们要去到彼岸，就是觉悟的那个岸，过难圣地啊，一起觉悟，得到殊胜有很难得的。这个难圣地是五地菩萨的一个地啊，这个五地菩萨这个禅定啊不容易啊，不容易达到，就难圣地，正佛无为啊，正到佛的那种涅槃啊，无为就是涅槃。现前众等啊啊，现在我们这些在这些修行的人呐、啊，相宜自心，就是我们这个外相啦、啊，和我们的心愿呐、啊，我们的智愿呐、啊，等一通切归命敬礼一切诸佛了啊。这个简单啦、啊，看字面大家都懂得。礼诸佛以赐福忏悔。现在接下来讲的是第六个恶习啦，我们的坏习气。这个字叫做旷习啊，旷习我有前面有解释过，交恶，这个恶就是大家无理取闹的恶赖啦哈 啊你赖我，我赖你，都无中生有的啊。勿妄不止，心欺造奸，心里就升起那个欺骗了、奸诈了。这有尘秽屎尿污言呐、啊，然后就说出很难听的话了啊。好像那些很脏很臭的话的污言呐、啊、哈，如尘随风。但是哦，有的时候我们在无理取闹的时候，自己说了什么自己都忘记啊，说过了自己也忘了哈，就好像那个灰尘随风飘散这样，各自都没有见到自己的过失，讲过都忘记了啊，各不所见哦，都没有看到自己所做的过失。沉溺沉药，这样会招来什么样的果报呢？就沉入水中被溺死，那飞坠飘沦苦报等事，从高处堕落水中被大水冲走等等苦报啊。这种是说我们造了这种习气啊，会遭受到这种果报啊。是故诸佛色目欺诳如同劫贼。所以佛菩萨看待这种欺骗的行为，那有人讲啊，进不到来上课，不要做梦。好像如同劫贼，就好像抢劫的贼呀、啊。你抢什么？你欺骗嘛，你就抢别人的信任啊、哦，你抢掉别人对你的信任呐、啊，啊，欺骗嘛，啊，菩萨见到这种人呐、啊。见到这种习气啊，又见蛇灰啊，好像踏到毒蛇。这种蛇灰呢，是一种很毒的蛇来的哈。我于众等从无始以来，我们从无始以来，而犹不知欺诳蛇灰。我们没有察觉到这种欺骗行为，好像毒蛇一样，这样恶毒的。曾未远离，我们不曾离开过这种习气。或随旷习心计异端。我们呢，认着这种习气啦，我们的心里啊，有着那种很坏的那种不好的那种这种什么坏的那种，这个怎么念呢？愧疚啊，不好的那种啊心思啊啊，口发污言，口里讲到那种诬赖人的骗人的话啊，见言不言，见到的又说没见到，闻言不闻，听到又说没听到。知道又不承认，就假装 不知道，应该说的你又不说，面是被非啊，当作面和被面讲的话都不一样的哈啊，好像两舌这样。哄骗无知，你哄骗就是你用语言和用行动啊去逗人欢喜了、啊，好像哄骗小孩子这样啊啊，欺骗那个无知的人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让这种习气增长哈，然后更严重的话，我们还背恩负义啊，久了哈，忘恩负义啊，对亲人和敌人啊，狂妄说法，狂妄欺骗，隐瞒事情啊啊，我们呢、啊、不让那些愚笨的人知道，满昧疑伦就是去隐瞒那些没有什么智慧的人呐 啊。对着你，我们对着那些没有什么智慧的人啊，
讲自己的时候啊，言己，我在讲自己的时候，这高登圣位，讲到自己好像圣人那样高高在上，哈、啊，毁他这堕在凡夫，破坏别人的时候，讲别人的时候啊，就把别人说成是哎呀凡夫俗子来的啦，啊，而不知自入见坑，竟然不知道、啊、自己的见解是不对的，不知自入见坑是。不知道还不察觉自己已经掉入了这个恶见的洞的意思啦，啊，见坑啊，这个恶见的一个坑一个洞，自己已经掉入了这种恶见呐，啊，也一直不知道这是见解不对的，牵人入狱啊，害人到困苦的地步啊，啊，这有时候我就讲在人间的说法呢，说诬赖人，诬赖人真的。害到人家做那个冤枉的劳役这样子，然后将遭苦报，我这边写入地狱，我是写错了的哈，大家把它改一改啊，会害到人呐、啊，就是说很痛苦啦，陷入很痛苦的那些情况哈，将遭苦报，我们这些动作会招感很无穷无尽的苦报，无量无边，假如我们不忏悔啦。怎么可以消除呢？消除我们这个习气。是故今日共对诸佛一一皮陈，对着诸佛啊，把所造的过失清清楚楚说出来啊，求阿赖忏悔。从今以往，从今啊啊以后啊，真实修行啊，接受我们的忏悔，求佛哀怜啊，可怜我们，接受我们的忏悔。从现在开始，真正用心去修行，直到智慧升起。啊，满波罗蜜，圆满第六度波也波罗蜜了哈。满这个因为是第六个习气了嘛，已经修到六度了嘛，这个六度都满了，所以他讲满波罗蜜，六度波罗蜜都修满了哈。真语实语啊，说真实话啊，不欺不狂，精进修行，知道觉悟，精进菩提啦，知道觉悟，悟出心理。我们宝贵的那个真如本性和智慧啊，这个六度波罗蜜啊都修好了，嗯，现在讲到这个第七种习气，第七种习气叫怨习，埋怨的怨，为什么会埋怨呢？埋怨从哪里开始呢？就是对人家不满开始啊，互相产生不满的那种心态，对你不满。然后就一不满就很厌烦，很烦啊，觉得你很讨厌很烦，就会生起埋怨的习气。这个发于嫌恨，发于就是从哪里开始呢？就是我们心里有带着那种厌恨开始的。由愤为先，就是从不满而来。怀恶不怠啊，这个不怠就是懈怠的怠，就是没有停留的，心里有着一种不停歇的那种恶念。然后又戒怨为性了，又因为这个埋怨的习气了啊，不能含忍呐、啊，不能容忍，我们不能忍对事物不满的感觉，一有不满就心里就开始就掀起了厌恶那种感觉，就慢慢慢慢就埋怨啊，烦恼热恼愤驰，这个烦恼就越来越重，愤就是升起。升起很快，迟是很快的意思，这烦恼啊就越来越升起的很快，就越来越重啊。我们得到接下来呢就是怎样投诉投持控诉，就吵咯，一直吵，大家来吵来吵去，送去宫廷啊，这个是以前那个时代他们叫宫廷啦，我们现在时代就好像吵到法庭那边上去了哈，严重到啊。这个好像衙门，这个以前的说法了哈。你吵吵吵吵到上法庭了，被判了就有什么？以前的那种刑法，就好像用石头去丢你这样。这个夹，这个字怎么念？夹，这个字真的很难念，没有看到就真的夹主。侠主车间，侠主，我们有看古装戏，我们有看过那种，
一个四方的笼子这样的，把那个犯人装在里面，然后有人拉那个车这样，好像四方的夹子装着那囚犯这样。然后这个翁圣朗坡，这个翁这个大瓦缸啊，以前那种刑法是很糟糕的，把一个大瓦缸要装着那些人呐、啊。朗坡，坡是以前我们看到古装戏那个男人头上头长头发，他们上面包着一那个头发那一粒东西，那块布我们叫囊布。这边呢，他是形容说，这个我说好像这些如阴毒人呐、啊，怀抱处恶，好像阴毒那些心里很阴毒的人呐、啊，显阴险恶毒的人呢、啊，怀里抱着凶恶的畜生。这个怀抱处恶呢？我这个怀里抱着凶恶的畜生呢，我是有看到《楞严经》里面一个法师解释这样子的啦，我就把这边写下来。其实我觉得比较好一点的解释就是说，畜就好像我们养动物嘛，畜着就好像我们有着那种恶、怀恶的心啊，那种习气啊，那种怨恨，行有怨恨的人之心里那种感受啦哈。他所遭的果报是什么？你看这几个字啊，头字擒捉，这都是手字旁的那个字，都是被头就是被抛啊，你人家把你抱起来抛啊，啊被硬物砸啦，那个字都是被硬物砸啦，擒是被抓啦啊，然后既是抛错无间等事，就是被刀割啦啊，那个一个手字旁有一个注意的那个字是用手。扭扭扭你这样子啦，无间等是这些苦没有停止间断的啦，会招来这种果报的哈。是故诸佛色目厌恨，佛呢看待这个厌恨呐、啊，同为害鬼，好像逃避害人的鬼，为啦就是违反的意思，哇，避到远远的啊，好像逃避这个害人的鬼这样。菩萨见到这种烟气，好像影。针灸，这个针灸是一种毒酒来的啊，一种鸟很毒的鸟酿成的一种酒。以前啊就针灸毒酒，那个皇帝要赐他的妃子啊，赐他的臣子死的时候，就给这种毒酒针灸来喝的。我及众生无始至今，儿时不知怨恨针灸，我们啊从无始以来不知道这种习气啦啊。菩萨把这种宴席当作是一种毒酒啊，诸于无名家是一种令我们，假如我们无名了啦，这种习气呢，就让我们这种无名的众生呢，更加昏昏沉沉，更加迷失啊，是一种令我们迷失的这种无名来的哈。宴席交嫌，这种宴席啊，令我们互相埋怨，互相怨恨，结冤结仇了啊。或父母边，这些怨气埋怨不满，大多是从父母对父母不满啊，父母对孩子不满啊，你对父母不满啊，就从忤逆不孝咯，我们就是很不孝啦，兄弟姐妹啊，姑姨伯叔啊，你看这些写的都是我们的六亲啊，我们身边很亲的人啊，大家很熟了嘛，才会有这种不满的那种感觉嘛，你不会无端端去对一个陌生人产生不满的，对吗？啊，眷属良朋，师生共住啊，有时候很大家那种亲属啊，很好的朋友啊，啊，老师啊，啊，师徒啊，出家人啊，共住啊，伪教服顺，就是不遵守这个教诲啦，啊，不跟教化，不听教顺啊，这样的怨恨。如是嫌恨未得忏除，我们还没有忏除忏悔除灭啊。梁皇宝忏也是有讲得很清楚，最容易让我们升起结冤世界那个部分啊，让我们最容易结冤的就是身边最亲的人，你认识的人啊。所以梁皇宝忏也是有提说啊，言不要住在一起，远方的亲人呢就不会起这种怨习了哈。大家在一起总是会有一些不满啊，嗯。
故我今日仰对三宝啊，抬头啦，仰对就抬头，对就三宝啊，佛菩萨都是在高高在上的嘛。地藏菩萨见我生来所有冤仇，见就是来审查了，证明啊，菩萨在上面看，证明我带着的所有的冤气和仇恨，悉皆消灭。我在这边拜忏啊，佛菩萨看着我，哎、啊，来审查，来证明我。现在拜忏，我要把我自己所有的冤气仇恨都消灭，还没有戒的冤业、未戒冤业不敢复作，那些怨恨习气还没造成的业，我不敢去做。智慧圆心，让我的智慧增长啊！这个是已经是第七度的波罗蜜了，方便波罗蜜来的哈，圆满方便波罗蜜。应念呢？他应念成就方便波罗蜜，真实正其中啦、啊，用真实的修行证的这个功德啊，具足这个神力，应化十方，应十方众生的需求，度这些有烦恼的众生呐、啊，度诸有漏，有漏就是有烦恼啊，这些有烦恼的众生了脱生死，直到涅槃啊，这个是远行，远行地。第六地菩萨就是现前地，第六地菩萨现前地，然后第七地菩萨就是远行地了啊。所以他说我们要，你看他这边写智慧远行嘛，第七地菩萨的那个功德境界。嗯，到这边为止，大家有什么问题吗？老师要补充什么吗？老师？啊、你们有什么问题要叫发问的吗？有关这些里面刚刚讲过的种种的习气啊，你们要深信哦，不是拿来谈谈说说哦，它确实在其中啊。如果能够知道了修波罗蜜，我刚才也特别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六度波罗蜜，就是这个里面的一个转变，或者甚至就是一个对治啊，我们叫对治。如果你能够对治所有的一些习气、恶习气之后，你自然就登得不同果地的一个菩萨了啊。所以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问，如果没有发问，我们就接下去了。嗯，你们也不用不好意思问，如果你能够说，哎，我要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这个生活之中，我又要怎么去修，怎么去断，你们不懂也可以提出来问。有时候真的你看呢，那个细细腻腻的一个说法哈，所有的习气哈，其实静静的思维的话，听了我们的毛孔都会站起来，因为或多或少我们都在其中啊，不要说过去式啊，我相信这一世之中，我们的这一生从到以之前到现在，听起来我们都想，哎呀，这个我也是有哇，那个我也做过哇，怎么办啊，对不对啊？所以忏悔吧。好，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接着下去讲课啦。第八，现在讲到这个第八个习气啊，见习交明。这个第八种呢，习气这个交明啊，之前我有讲过，大家是互相争论的、啊。教明明的时候，每个人呢都想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我们心目中的想法啊，每个人都讲，都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对，都想表明，都想讲明出来，就会这样就会产生恶性的见解的习气。因为呢，是因为我们的见解的不同的嘛，发疑相违嘛，大家的见解的不同的，相违就是不一样的。相为不止，变怀接近，见解一直不一样啊，一直不一样。但是有的人呢，很固执的，一直坚持啊，自己的见解是对的。然后他对戒律没有正确的认识啊，对各种事物有不正确的见解方法，这个邪物诸见啊，啊，就是有对这个事物有着邪物啊，就是不正确的去了解。啊，不正确的啊，去见解的看法啊，相反畜生，就是说对真理有相反的理解啊，真的那个真理你把它误解成另外一种意思，这样如是既有主力官朝，这样便有了那些当官的，
他当然要分辨清楚正确的见解啦，就是说辨证文辞，这些当官的他要清楚啊，分辨正确的那种见解，考据学威，考就是去审查、去查问、去审讯。这个据呢，就是审讯的意思，好像那些法官在审判啊。我们有看那些香港剧啊，有时候你看那些法官、那些律师在审问那些犯人的时候，哇，每一句都逼到你无力招架，有的时候啊，如行路人啊，往来相见，就好像你在路上行走的人，你在路上走没有东西遮挡你的吗？对吗？这时候啊，你的所作所为啊，他是形容说我们的所作所为了，完全都被人看见了。就是说你那些当官的在审判你的时候，在审你的时候啊，你就会讲出来啊，你的所作所为就完全被人看见了，好像你在大路上走，没有东西挡住你的吗？哦，你每个人都看到你在那边走啊。四习相交啊，这种习气啊，物相交际啦、啊，我们每个人都要认为自己是对的。得到的果报是什么？他接下来这个果报是什么？被阎罗王审问，勘问权衡啊，被他审问，然后权衡啊，推案查访，推案就照着那个案件来推理、来观察、来调查，对镜照明啊，我们相信了，在地狱里面它有一个特殊的夜镜啊，你去到那边呢，它最你站在前面呢，就会把你的一生所造的罪业从镜子中把它显现出来啊，一切的清清楚楚，就对着镜子清清楚楚的照出来，好像放电影这样。承认淫妇啊，你犯了的罪你就低头啊认罪啊，没有得好辩护的嘛，镜子里面说出来的你怎样狡辩都没有用。善恶判官啊，这种主管善恶报应的判官啊，所有阴间那种神明啊，祭诸童子，这童子是所谓这些判官他的侍卫啦，手制文件，手里拿着啊，证明记载你记录啊，你所做的一切东西，辨析摇惑，分析去分析去辩论啊，据讯等事，这个据刚才我讲过是审讯啊，你正身所做的罪过等等啊，就你们去想象一下，在法庭那边这样子啊，阎罗王在前面，判官在旁边，一个镜子，你站在镜子夜镜前面，把你的所作所为。好像放电影这样全部放出来，没有的狡辩的，然后那些人就记录下来了你的所作所为，什么善业恶业记到一清二楚啊。是故诸佛色目邪见同名见坑，诸佛看待这种邪见称为恶见的坑，一个地洞这样。菩萨见诸虚妄，菩萨对这种各种虚妄边际边治，我们终身啊不了解诸法本空的，而很计较，很去测度啊，又很执着啊，这种习气啊，就好像如临毒祸，就好像站在有毒蛇的大坑和山谷面前，下面很多毒物啦。这边我就写一写，好像有毒蛇啊，就写到人家毒的蝎子啊，毒的东西前面，我们中等。我们这些众生啊，从无始以来竟然不知邪见交明，竟然不知道这种邪见啊，真的是像一个充满那些毒物的深坑啊啊，移诸地理，我们啊对各种真理忘记过度，忘记就是不合理的去分析去测度啊，以我们自己的见解啊，去分析去测度啊，自我我所自作我啊，我这个我和我所有的起诸邪见，生起各种邪见了、哦、啊，好像常见啊，着断着常，常见啊，断见啊，自作空自作有，有的就自作空，有的自作自实有的，
戒取见取，就是这种是那五个邪见里面的啦，戒禁取见和见取见啊，啊，随是身心啊，随着外境起心动念，薄无因果，薄就是薄开的意思，薄开没有因果的，就是不信因果的意思啦。妄举邪言，错误的依据这个邪言说是正的，说是正道，说是正理来的。啊，邪见很恐怖的哦。嗯，我们不要执着我们自己的见解啊。更有迷明啊，更有迷失真理的人呐、啊，他是讲这些我们所有些人呐、啊，修行啊，修到啊，持着那些不对的戒啊，戒禁起见，持着那些被禁止的戒啊，头牙八法。敞慧卧心，头牙就从高处跳下，八法把自己头发一根一根扒出来啊。敞慧就吃那些肮脏的东西啊，睡呢就睡在那个材质啊木材上面，舍身勿为，用错误的行为啦也修行，以致弄坏身体啊，这些是以前无益苦行啊，这些没有益处的苦行来的啊，一种。不对的一种行为啊，没有益处的苦行，以为这样能够解脱，其实不能的。乃至命中啊，用这种修这种苦行啊，无益的苦行啊，直到啊生命都没有气啊啊时候啊，自堕无间啊啊，世界堕了无间地狱。像这样的邪见恶业啊，如是见业啊，像这样的邪见。啊，造的恶业了，我们曾经都有做过啊，或曾或有之啊，我们曾经啊，或者都有做过的意思啦。嗯，今世你没有做，可能以前你做过嘞，也是要忏悔啊。故我今日恭对十方调御，对着十方诸佛调御，至佛调御，丈夫是佛其中一个名号啊，十个名号之一的。能够调伏，欲就是调制调伏，欲就是制止啊，调御我们这些众生啊，所以佛我们称他调御丈夫。归命地藏持尊，归依地藏菩萨，忏悔邪见邪思，忏悔我们这个邪见邪念，清晨正知正念，把它改变成正知正见。我于众等正心不动，我们正念的心如如不动，八地高等，这个八地菩萨已经就叫做不动地菩萨，所以他说正心不动，如如不动，去到这个八地修成这个焰波罗蜜啊，第八地菩萨，第八个波罗蜜就是焰波罗蜜，八地高等焰波罗蜜，一生成就，在这一生啊，就证得八地菩萨的这个功德境界。等于寒生呢、啊，一生成佛和一切有神识的众生。你们看到这个寒生呢、啊，就是寒，就是寒者，就是有的意思，有神识的众生啊，衔接圣果都能够得到圣人的果位，具悟无为啊，都证悟成佛啊，无为就是涅槃啊，成佛的意思，同归密藏，一同皈依深奥如宝藏的法门啊。第八个波罗蜜啦，第八个习气，第九汪习，这个燕王的，啊，这种燕王的习气呢，发于七旷啊，是取七胖故，由七胖故，这个七旷就是我们这歪取那个事实，诬告别人啊，燕王陷害，使人无辜受害的，啊。这种习气呢，我们互相影响添加哈，是从欺骗、欺凌就是欺负人呐、啊，和说谎话开始的啊，由欺胖故，发于欺旷，欺骗、说谎话啊，欺骗和诽谤啊，就是造谣污逆啦啊，诽谤啊，欺胖这个胖的言字旁，这个胖就是诽谤。诽谤之意思就是说你造谣 讲不真实的话、啊、去害别人，讲别人的坏话，破坏别人的名誉。
内无实心，就是所说的都是不真实的。嗯，遇人以善，你称赞别人的好处啊，哇，觉得那个人做了好事，你要称赞他的时候啊，唯恐不至于天啊，就很怕哦，就怕的没有说到他好好的，好像捧到他天那么高去，唯恐没有啦，怕没有把他捧到好像天那么高去啊。毁人以恶，是在破坏别人的时候，忧虑不济于焉呐、啊。就啊，担忧，哎呦，我没有把他说到很坏很坏哦，说到好像跌入深水潭里面去，彻底破坏的意思啦。就说我们这些人呐、啊，讲人家称赞人家好话的时候，哇，讲到天上有地下无啊，破坏人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哦，就怕破坏的不够多，不够坏啊，破坏人呐、啊，彻底破坏，这种冤枉的习气真的是很不好。我们怎样冤枉人呐、啊？欺毁良善，去取笑挖苦，去破坏那些善良的人，贬斥沙门，看不起了，贬这个意思是看不起了，斥就是排斥，沙门我有讲过是出家人的意思，是群戏，这个沙门是梵文来的，翻译成汉语呢叫做群戏，他们是为什么称他们出家人为沙门呢？就群仪三学，就我们群修三学，什么是三学呢？戒定慧三学啊，细三毒，细我们的贪嗔痴三毒，我们所以出家门叫沙门啊。心存啊，志不忠诚，心志不诚实，不守信的啊，我们心念不正，很虚假，心存虚伪啊，很虚假的，我们会遭受到怎么样的果报呢？我们会遭受啊，两个山合起来夹着我们呢。碾，哇，这个字怎么读？碾什么根膜的哈、啊？用头去碰石头，嗯 ，OK， 被碾碎磨成粉磨的果报啊，七到第一的时候会遇到这种果报哦，给两个山根夹住。然后用那个好像磨那个豆的粉，要磨把你磨成粉了。如豺贼人，又像一些坏人啊，一些坏人豺贼啊，小坏人，汪必汪贤良，必害冤枉那些有道德和善良的人。用这个冤枉，我们用冤枉这个习气啊，来排挤他们，妄系相排啊。来排挤这些冤枉这些道德有道德有善良的人啊，所以又受到怎么样的果报？纳垂安气横渡诸事，这个都是你看到这些几个字都是有手字旁的，都是受各种体罚啊。下到第一，被打捏啊、捶啊、按住啊那种果报啊，各种体罚的果报，让你的身体受苦的那种果报。是故诸佛色目厌胖，所以诸佛看待这种冤枉肥胖，同名豺虎凶恶，我们他把这种习气称为一种凶恶的老虎。菩萨见王，菩萨遇到这种习气如遭霹雳，好像被雷劈到一样。我于众等无始来经而更不知，我们无始来完全不知道这种欺凌肥胖的习气，汪习欺胖哈，的确好像凶恶的老虎一样，谣言纷飞啊，我们真的是谣言啊，真的是害死一个人的、啊、会害死人的哈。谣言纷飞啊，就能使人信以为真啊，害人不浅。有很多故事都是人言可畏啊，嗯啊，我们不要随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哈，啊，真的是害到人的。我们有的以冤枉的手段，或以枉法。以冤枉的手段诬陷亲朋，诬赖陷害亲戚朋友，财害私争，陷害我们自己的上司啊，啊出家人和其他人，即愚人辈啊，就其他人啊，心无慈忍，心里没有一点慈悲，没有一点觉得不忍心的，惨刻无辜啊，残忍去刻薄对待那些无辜的人啊，愚寡孤独是吧？这个字读怎么读了？
啊，害人失去伴侣而孤独了。这个是这两个字，鳏寡孤独。这个鳏，鳏是死了老婆的，我们叫他鳏夫；寡是死了丈夫的，我们叫寡妇啊。你去害人失去伴侣而孤独，横离其阳，遭遇横祸，离其祸害哈，含冤而死，让人家含冤而死啊，难可申诉啊，都没有得到申冤投诉的机会、啊。如是怨胖这种习气啊，业相无边，造出各种各样的恶业啊。这些我们以前看古装戏看得多了哈，被那些法官用刑来逼他们招的，你招不招哇？什么刑就在等待着你了哈。以前真的是严刑逼供啊，被逼的啊，冤枉那些真的是冤枉死的那种，你看他的那种烟气怎么重啊。故我今者正义诚心，所以今天的我们要用正确的意念和诚恳的心啊，恭对圣言。这个圣言就是说很神圣的，你分开他字来说，很神圣的忏悔，这个筵席嘛，一个忏悔，我们这边是说很法会啊，对一个恭敬的在这个拜忏很神圣的拜忏法会中发怒忏悔啊，把所有的罪业都说出来啊，忏悔全部的妄习都令他消除，行愿成就利波罗蜜，用行动和愿力修成圆满利波罗蜜。第九个波罗蜜就是利波罗蜜，不信恶念，不信就是不起咯，不起恶念，更造三途啊，不造堕落三恶道的恶业，永摄人天，永远投身在人道和天人道，当修善慧，应当修我们这个圆满的智慧，引导有情啊，引导有情众生一同回归正知正觉，同归正觉啊。这个我们会证的九地菩萨的功德境界就是善慧地啊，善慧第九地菩萨就是善慧地。第十个什么恶习气呢？松喜啊，松喜交宣，松是争论呢、争辩呢、发于常腹，这种互相争吵的习气，很喜欢跟人家争的习气。是因为大家互相没有真诚坦白的对待，藏富就是没有把自己的不好的东西藏起来了啊，没有真诚，没有坦白的对待。我们呢不能养隐恶扬善呢、我们不能替别人隐瞒所做错的事的咯。看到人家做错事啊，哇哼，很想去帮他宣传一下，不能隐恶啊，不能替别人隐瞒所做错的事，扬善，我们不会去把别人做得好的事去跟他公开去宣扬，去称赞他，去随时他啊。而反即善度能啊，反而去妒忌那些做好事的人和有能力的人，发宣隐。把别人不想让人知道啊，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所做的坏事到处去说，别人做错事你知道了，你就不要去到处去说人家哦，这个人他做什么坏事做什么坏事，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事是给人家知道的嘛，对吗啊，发宣去妒忌那些做好事和有能力的人，然后发宣，把别人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所做的坏事到处去说，死屁难容，使人难堪和不被人接受啊，唯恐我不是人，只怕自己不比别人强啊，怕我不胜人啊，我没有比别人好，人便胜我，别人就会比自己好啊，我一定要比你好啊，不然呢你就会比我好的意思啊，意气刚比。那种编辑很任性的情绪啊，很刚比就是很倔强很固执，旁若无人，不接受别人的意见的啦，目中无人，
无邻，没有邻居啊，旁边好像没有邻居这样啊，好像身边没有任何人比得上自己的意思啦，啊，这目空一切，嗯，所以你就会跟人家争吵咯，嗯，自己都是比别人好的，嗯，就跟人家争咯。自作之罪，不死一文啊，我们自己所做的罪啊，坏事罪业，不想别人知道，不想别人知道。他伪藏疑，别人啊，他这个是别人做错了，伪了，就是做错了，他是违反了，很藏疑，是 很普通啦，很平常的事情啦，啊，违反了一些，做错了一些平常普通的事，自愿宣布了，就自动自发去帮人家去宣布，到处去说了，这样就有了，是如是故有见证分明啊，这个是叫我们得到什么果报哈？见这个见啊，古文里面的意思就是禁止的意思。刚才前面我是解释说他来我们证明，这边他这个见呢、啊、是古文的意思，是一个禁止，这样就有了好像被禁止一样，照明审查啊，反映事物的真实情况，自己的影子也藏不住的果报，就是说，是故如是故有见证分明，不自藏影啊！你站在镜子面前，全部都说出来了，你的影子也藏不住 啊！如人日中，好像人呐、啊，白天呐、啊，在太阳底下啊，你的头发毛发都会自己显露出来，照到明那个太阳光亮亮的嘛，啊。所得的果报是会被业境显示出来了，对愿所造的种种过失，譬如树叶对愿等事，就是把你所做的种种过失啊，它第一那边有一种叫做好像个火珠啊，有业境就有火珠啊，第一暗暗的嘛，站在那个业境前面，旁边就有粒火珠照着你啊，你就自己在镜子前面看你过去所做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就好像我们在人世间呢、啊，在太阳底下白天走的时候，那头发什么颜色也没有，白头发全部都给人家看到一清二楚的意思，就是说真的，假如去到下面啊，不用你去解释的啦，不用你狡辩的啊，那个业镜全部都把你的所作所为都照出来，嗯，是故诸佛色目复障复常，所以诸佛看待这种复常是没有坦白真诚呐、啊，同名阴贼，称为阴险的坏人，贼就是坏人呐、啊，阴贼阴险，很阴险的这种人，没有坦诚的，不坦白的。菩萨见佛，菩萨见到这种习气，如戴高山立于极海，好像头顶。带着高山在大海里面走一样，是不是会沉下去？对吗？在海里面走都走不到的嘛，还带着一个重重的头，那边带着一个重重的山在海里面走，当然沉下去咯。他意思是说啊，自己害自己啦，啊，就阴险的人迟早会自己害自己的。我于众等自从无始去于今生啊，我们从无始以来知道今生啊，始终不知道，而终不知。始终不知道，晃松习晃眼，这种不合理的习气啊，常护瑕疵，瑕疵就是一点点那些错误啦，很我们说吹毛瑕疵是嘛，小小的错误我们都要去啊挑剔，那种瑕疵是很少的那种错误，我们都要隐藏，我们很喜欢去隐藏这些错误。包含过失来包庇我们的过失，言己你说自己的时候，这无德不归，哇，说成就说把自己说成什么做什么事啊都有分寸啊，很守规则的，有德嘛啊，都有德恨的，说自己的时候，说他了讲别人的时候，这何恶不有，就坏话都说尽了，说别人的时候啊，就讲别人他什么恶都做啊，有什么恶他没有做过的，就说意思说把别人讲别人的时候啊，就尽量都是讲别人的坏话。
气质骄傲啦，傲慢自大，目空无人。松济公宣济公师为公为私而争吵，言辞巧构，说的话和用的词语啊，都是很虚伪做作的，巧构就把它讲到虚伪的，很虚伪的，讲到美美的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样子啊，经年累月，长年累月，没完没了，嗯。然后这些习气啊，又有的时候啊，又复发宣私愤啊，又有的时候，因为自己和别人有怨恨，那种私底下那种怨恨私愤啊，就是自己和别人有一种怨仇啊，张怒恶行，那种心中不服气和愤恨啊，张怒就是表露出来咯，凶恶的样子就显现了出来了，嗯，不顾生命，何连家事了？不顾一切啊，不顾自己，不顾一切，连自己的生命也不要了，何连家事？也没有可怜自己的家人呐、啊，心心相续啊，心中的那个恶念不断呐、啊，哇，生气起来的时候啊，那个恶念啊，一个恶念接着一个恶念。啊，一种气，一种那种愤恨，接着一种愤恨的不断的，意在前人呐、啊，那个意识里面呐、啊，只有之前对不起自己的人呐、啊，念念无穷啊，念念不忘的，唯图会计，就是想去报复罢了啦，想报复了，只想自己得到一时的快乐啊，就没有看，没有自己的生命也不顾了。哇，那种愤恨心起来的时候，那怨恨起来的时候啊，只是就想着自己之前对不起自己的人呐、啊，根本没有想着身边的啊，身边的自己人呐、啊，这样的因缘呐、啊，皆由调举，都是因为我们心念散乱，躁动不安，连带造成严重的争吵，自成众宣。连带造成严重的争吵，辗转相应，一次一次的发生，辗转就是一次一次啦，都发生，曾无暂错，没有暂停过啊。故我今日恭对世尊地藏菩萨，始从淫习啊 ，OK， 十个习气讲完了啊，从淫习开始了，始开始从淫习开始，终至松宣，就到这个松习了。四十习因是这十个习气，我们用这由这十个习气造百千业，让我们造百千种恶业，即至地狱，制造堕入地狱，六受交报，六根所造的业而招管的果报，即于三途，制造堕落至三恶道，都是由这种十种习气而来的。我们一一批成，我们一件一件清楚地说出来，重重忏悔，不停地重复的忏悔。他这边先说这种十种习气啊，我们有了这种十种习气啊，它会影响我们的六根啊。接下来他就会讲六根所造的业，都是由这十种习气影响的啊。六根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啊，接下来就会讲。愿佛菩萨清大甘露，祈愿佛菩萨下大甘露佛法啦。卧灭习因，卧灭就是消除啦。甘露嘛，你看它那个卧的字是有水字旁的，大甘露，甘露好像水浆嘛，就浇灭了我们这种消除我们这些习气的因。愿慧光明，让我们的智慧像火一样明亮，智慧啊，像火一样明亮。烁破痴暗，这个烁破是照亮，烁是照亮一样，照亮就破了我们这个昏暗呐、啊，就照亮我们昏暗的我们的愚痴无明。行愿成就，让我们行和愿圆满成就。禅观精进，禅观和智波罗蜜都修得细密深入和圆满。第十度就是智波罗蜜。皆系圆满了哈，法云边界，法云啊，就是佛法遍布各处啊。菩萨下了这个大甘露，下了这个佛法啊，就
这个法云啊，这个佛法就遍布各处，普音群居啦，普就普遍照着，音就是照着啦，群居就是不同根基的众生，普音群居就是这个佛法遍布各处，每个不同根基的众生都得益。那普音这个音是让我们得益的意思啦，好像树荫，我们坐在树下，树荫下我们就觉得很凉嘛，对吗？就是我们得到那个利益的意思啦。法雨之沾，佛法像雨一样滋润着每个众生，同名道种，一同证的道种智啊，这个道种智就是菩萨的智慧来的。修菩萨之愿力，修好像菩萨这样的那些菩萨所修的愿力，证无上之菩提，证无上菩提，究竟圆成十地妙行，最终圆满完成第十地菩萨的微妙修行啊。第十地菩萨 的名称叫做法云地啊，相于之心啊，我们这个相啊，我们这个外相，我们这个人啊，以我们的心啊和等一通切啊，五体投地，我们五体拜在地上，好像泰山崩下来这样子，就说很用心的啊，很诚恳的归命顶礼一切诸佛。礼诸佛已 ，OK， 到现在为止把十个习气讲完了，大家有什么想要发问的吗？这个烦恼障也忏完了，业障也忏完了，接下来他就会忏悔这个报障了。十习气造的业我们也忏完了，老师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到了这边大家数了哈，所有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啦，或者我们过去或者现在，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在种种的一个细腻哈，小小的一个细腻生活之中所表露出来的一些习气，是我们以为没什么，其实当你看过整个地藏宝忏的时候，你原来这一些在我们周遭啦，有意无意，或者是我们自己或我们身边或我们遭受了所有的周遭的一个业力的话呢，你常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所以我就听了这个堂课之后，到目前我突然想起了师父所说的清净三业调伏三毒，这是师父，所以每次我们白大士师父所给的每一个这个法义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义。他只要我们做这一点啊，只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做这一点，原来我们有这么多的恶习气啊，都是因为我们的三业不能够清净啊。啊，大家知道了，身口意三业不能清净，常常透由这样来作业作业作业。为什么我们会作业？我们没有办法让它清净。因为我们的三毒啊，我们的三毒一直升起，贪嗔痴一直起一直起，那透由这个业又一直来一直来，所以变成说师父只要叫我们做这一点，原来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只要做了调伏我们的三毒，清净我们的三业，这些习气根本都没有啊。哎，我说我们师父太棒了，他只要叫我们这是六个八个字罢了，原来我们无形中的这些种种东西我们就不会了。因为我总觉得啦，人的一生为什么会造种种的这个恶业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三毒，真的是我们的贪嗔痴我慢疑，哇，一次一次这样没不停息的在造作哈。所以听了那个心里呢，也不见得会学得很开心啊，会很整苦闷，总觉得很纠结。哎呀，哇哇这样。啊，所以我希望说大家真的要审视的去了解到底我们的这个过去是现在或者曾经或者未曾的，都应该要去好好的思维了哈。好，那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问，如果没有我们要继续我们下来的这个课程了。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吗？他这个里面的文字哈，确实蛮深入的，蛮深入，不过经由我们 Dr. Chin 呢用心的把它用白话文一一的翻译的
一清二楚，可以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相信大家都不需要太去思索哦，原来很清楚的。你不会文言文没关系，你看下面的白话文，那就更加深入了啊。好，那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问的？不要客气了，发问了。如果有问题问，没有的话，你就我们就继续啦。老师，我有发现到，上一堂课你没有参加吗？哈，这个地藏宝忏他把他和梁王宝忏的前面的两地菩萨的调乱了，调换了哈。调换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啦，只是对可以了，大概知道就可以了。OK，接下来你看啊，有礼诸佛矣啊，他前面因为有拜礼拜有那个佛号的，我没有写了哈。现在接下来又忏悔了哈，烦恼障和业障忏悔完毕，净就是完毕的意思。向来已忏烦恼障净，次悔业障，今当忏悔报障。我们第一忏悔烦恼障，忏悔完毕了。第二，我们忏悔业障也忏悔完毕了，现在要忏悔报障了。经云，经典说，假使百千劫善恶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啊。这四句啊，我们很时常要记得。假如经过很长的时间，百千劫嘛，不停地造善恶业啊，你的善恶业没有停的，不亡就是不停的去做的话。因缘具足的时候，你自己还是要受果报的，果报还是要自己受的，还果报还自受。故知习因业果，所以我们必须知道，啊，是有什么习气造的业，招感不差；有什么习气造的业，会招感应受的果报，是没有差的，不会说不对称的。一定啊，你做什么业，你招感什么果报是一定的，对称的。所以世尊而是金枪马脉，目朔头疼，已是令人错然可思。所以佛陀把他未成佛前造的业和招感的果报清楚地显示出来，错然就是很清楚地显示出来，让我们知道，已是令人，就是让我们知道什么因。什么因招感什么样的果报是一定的，可是这个两个意思说，就它有一定的规格的啊啊，金枪马脉目朔头疼，是佛陀成佛后受的九个灾难中的其中四个，这个你们可以翻到后面第八十四面啊，我那边有讲这个地藏宝忏的典故啊，我大概只是跟你们讲一下。金枪马脉啊，金枪就是佛陀，是所谓的金枪，只是一个木片呐 啊。以前佛陀就是因为有一次他是一个船主啦，他和另外一个船主去到一个岛，他带着一堆人去到一个岛啊，然后两船的人来到这个岛啊，然后有一个天女就来告诉他们这两船的人说，哎，天女是好的嘛，告诉他们说这个岛。过不久就会被水淹没了，你们快快离开。但是同一个时间又来了另外一个魔女来告诉他们说，哎，你们不用担心，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的。这个佛陀的前世就相信了这个魔女，就想要留下来。另一个船主呢就做好准备要离开了啊，佛陀就相信魔女嘛，不要离开吗？然后那你知道狂风暴雨真的来了，所以佛陀没有准备吗？他就跟另外一个船主争哦，争要上他们的船哦，要离开嘛，但是争不到嘛，啊，这个佛陀的前世啊，就用那个一只那个矛刺伤了这个船主啊，这个船主也就死了啊。这个佛陀的前世杀过人，所以他这一世他也要受到这种苦报。佛陀去过下过地狱，去过三途的苦报。啊，他遇到这个，他有一个，他在这一世都成佛过后，他走有一天走到一个地方，他遇到这一个某丁丁跑一片这个一尺而长的木片，一直跟着他，就是要刺他。佛陀就知道这个是他的业报，
啊，他就要让他的弟子知道，我虽然是成佛了，我所造的业，我还是要受果报。所以佛陀就试了他的很多的神通啊，用风啊，用水啊，用火啦、啊，都不能够阻止这个这块木片追着他，就是上天啊、下地啊，什么都阻止不到这个木片追着他。但是佛陀又不想让弟子看到这个木片伤到他，怕弟子很伤心。所以佛陀就回到他的房间之后，就把他的脚伸出来，让这个木片刺。这个木片真的由佛陀的脚面刺穿，穿过整个脚，啊，才甘愿哦。然后就下到下面地里面，地底下到很深里面才消失了。所以佛陀就是要给他的弟子知道，我虽然成佛了，我之前所造的恶业，我还是要受这种苦。啊，这个是金枪马麦，就说以前佛陀也是在啊前世的时候，也是修行人啊，带着一般弟子。这个梁王宝忏时我有讲过，经过一个地方，有一个国王的皇子啊，修得很好，修到果位了，那个国王就为他的啊皇子啊办啊大排筵席，请人家吃东西啊，吃饭吃好料。这个佛陀就前世了，佛陀前世带着他弟子经过，就说：“哎呀，这种人也值得这么庆祝咩？给他吃麦就可以了，给他吃马麦都已经是很好了。”只有一个弟子没有附和着佛陀的前世所说的话。然后经过这一世呢，佛陀呢就遇到一个王啦，他很色受，很赞赏佛，就请佛啊去他的国家。安在借下安居，就从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去他的国家，他要供养佛陀。佛陀知道他去到这个国王的地方是会没有受到招待的，但是他知道这个是他的业，他所造的业，他还是去带着弟子去。真的，这个国王回到他自己国家，哇，就被那个魔来影响了，就忘记了，完全忘记了他请佛陀来他国家说。接下安居，就把皇宫关起来，还交代他的侍者，不可以任何人来都不要干扰我，我要在里面啊吃喝玩乐啊，什么人他都不见。佛陀去到真的是没有得到招待咯，但是那个时候那边的人就是很穷困，佛陀也找不到什么东西来吃，然后就遇到一个养马的人啊，看到佛陀他们跟他弟子这么辛苦。就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好供养你，我只有这个马吃的麦，你吃吗？啊，没有东西吃吗？就吃咯，就拿来吃咯。然后阿难就很心痛，佛陀吃这样粗的东西，又拿去叫一个妇女帮他煮，这个妇女也没有那个福报，不要煮。然后就跑到另外一个妇女，这个也个典故的，这个不跟他煮的。就没有福报了，那个跟佛陀煮一煮这个马麦的，就将来嫁给了一个转轮圣王。这个是题外话啦，就是说，然后佛陀就吃着这个，跟弟子们就吃了三个月这种马麦。但是阿难虽然看了佛陀吃这种麦很辛苦，但是佛陀叫他你来看一看我到底吃的是什么。阿难去看一下，原来是天厨庙供来的，啊，是天人来供。供养佛陀吃的，这么多个弟子里面只有舍利佛跑去天上受供了。舍利佛就是之前佛陀前世讲那个皇子不应该受这样的什么吃这么好的食物的时候，那个不畜生的弟子，他没有造这个业，所以他咻跑去天上啊受天人供养三个月，吃好料，没有跟佛陀一样吃马麦。啊，金枪马麦木槊头疼，那个就是说，以前佛陀有一世的时候，就在渔村里面，就在一个渔村里面，他们全球人都是吃鱼的啊，在一个大湖里面有一个鱼王，有一天给他们抓到了，但是佛陀每个人都要吃，只是佛陀没有去吃它，但是佛陀就拿了木一颗小木头去敲了这个鱼王的头三下，啊，这个鱼王就。佛陀就造了业了哈，前世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是个八岁的小孩子，然后到后世他投胎啊，投胎为那个琉璃王啊，我有讲过那个琉璃王啊灭佛陀的释迦族的时候，佛陀赏赐去
阻止这个琉璃王来灭他的族的时候，三次都灭都阻挡不到，到第四次他头痛了，他就知道这个业也是逃不掉啊。你们有时间你们去慢慢去看啊，我写在后面啊，这个就是说佛陀要显示给我们看啊，我们自己做的造的业，因缘具足的时候，我们还是自己要受报的哈，就算是佛陀也逃不掉啊，他的这个果报是一定的啊。何以自然？那接下来我们说何以自然？天上五衰相现，忏之寄托诸生啊。天上那个天人那么那五衰相现，假如他们忏悔的，就他这边是讲一个畜生道啦啊。讲假如这个天人要堕落畜生道，叫他忏悔的话，他就不会堕落这个畜生道啊。人间忤逆报仇，我们人间呢、啊、假如知道这些所造的忤逆罪果报现前的，我们忏悔了也不会啊，忏之顿除异报，我们忏悔了就不会下地狱了啊。如是等类迷骗经文，这些种种每经典里面啊都有提到啊，所以我们知道故知忏悔是能灭惑，所以我们知道忏悔呢真的是能够帮我们消灭啊这些祸害的啊，要忏悔啊，忏悔重罪轻受啦啊。好像佛陀虽然杀了人啊，他只是变了一个木片来追他啊，追他刺他的脚罢了哈、啊、这个当然是当就是很没有一命偿一命那种重罪轻受了，我们要忏悔。我这边有解释五衰相，之前也是有讲过的哈，这边我解释的更清楚，你们就有时间就去看看。就说天人假如他们五衰相现，他们假如他们的第一报，他们要天也要受入掉轮回的嘛，只要他们第一的业成熟了，他们就会堕落到第一道的啊，恶鬼业成熟了就去恶鬼道，虽然他们人道的业成熟了，也是要看他们造了哪一种业啊，来到人道也有种种不同的阶级的哈。接下来我们会有讲到怎样的习气会让你投身为怎样的人啊，这些都是业力所感的。嗯，而我凡夫已无道眼啊，接下来哈，而我们这些凡夫啊。因为没有天眼通啊，没有这个道眼天眼通，安辨因果，没有能够天眼无道眼，就是说没有天眼通，没有能够洞察一切辨别真妄的眼力啊，不会，我们哪里会安，就是哪里会分辨因果呢啊？围住六尘，我们只有追住，一直追住这个六尘。触动这个我们这个六识，嗯，让六种外境啊，六尘外境起内六妄，引起心里六种妄念，这六种妄念一起就变造十二啊，广泛地造十二业，迷失一真啊，迷失了我们的真如本性。罪即凭六根而误造，这个罪恶既然是由我们这个六根互相牵连而造的，苦还依六识以交应，苦就根据我们这个六根所造的，这个六识所造的业来被这个苦纠缠了啊。云何名六啊？什么是所说的这种六根呢、啊？六识呢、啊？啊，接下来他就一一的来解释了。我们一者眼根见业，然后他开始就讲眼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嘛，他开始就解释我们眼根造业，这个见业所，我们眼根是让我们见东西的嘛，我们眼根的见业招感的恶果报是什么？一者眼根见业招引恶果，这种由眼根见业所招感的果报，失见交报，世人将终。这个人临终前、啊、他先看见梦火大火，迷焰烧空，
燃烧着整个天宫。然后他死了过后啊，他一死了，王者的神士，他这个神士就趁烟飞去，趁着这个大火的烟啊，很快速的掉下来，掉去哪里呢？去无间众，去无间地狱，发明恶相，有两种现象会出现，一是明见，一是他看得很清楚哦，他的神识看得很清楚，他看到的是什么？边见恶物，看到到处都是那凶恶的东西啊，刀山岌岌，看到高高的刀山，剑树很高的剑树，那个树好像剑这样尖尖的，这个王者神识，这个死者的神识，身无量威，就产生很大的恐惧，他看到就是这么刀山啊，这剑术都怕了，很大的恐惧。第二个呢更惨了，暗见就是看不见了，你眼睛看不见了，周围都是寂静黑暗的，既然不见的，心里很害怕了。这个王者神识心生恐怖，对吗？我把你蒙着眼，你看不见，你当然是看不见的时候，你就很恐怖，心里就会很害怕。如是见火，这种火一样的见报啊，烧见，他这边你看他的字啊，你烧见，你看烧什么见呢？就是说烧我们这个眼结，我们的视觉，就烧我们的眼睛这样子的。烧，则为明暗，你烧你的视觉，你就看到有恐怖的，有明有暗的那种景象啊，这为明暗恐怖之色。你烧你的眼睛的时候，你就看到哇，很恐怖的，有的人明有暗的那种景象。烧听，就是说烧我们的耳朵，烧我们的听觉的时候啊，这为祸汤融同震响之声，就好像哇，我们的耳朵就好像听到那窝中里面烧着那个滚滚的铜发出的那种轰轰轰的声音啊。烧嗅，就是烧我们的鼻子，烧我们的嗅觉的时候，这为黑烟紫雾之气，我们就会嗅到那个黑烟啊，那个紫色的火焰的味道，嗅到那种味道。烧舌，因为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嘛，我们的眼睛招感的所造的业，我们其他的五个根都会受到惩罚的，都会受到那种苦啊。他一一的说出来。烧舌，就是烧到我们的舌头的时候，肠，我们的肠那个味道的那种结啊，这为焦烂铁糜之味，哇，你就好像吃到那些烧焦的铁的味道。烧身，眼耳鼻舌身嘛，烧到我们的身体或者我们的触觉了，就好像感觉到摸到那个热炉啊，似灰如炭之处，哇，你身体摸到那个热炉，你就会烫你的嘛。烧心，就是烧到我们的意识意觉，这为心火喷洒，鼓闪不息之势，就好像啊，哇，心里那个火啊，那个火花四射，被扇子一直扇的，你用扇子扇那个火花，它是不是越烧越旺嘛？所以这种感觉来的啦，其实是一种感觉。下了地狱，我们有讲过，这些都是感官感觉，不是实在的东西，是我们的意识所感受到的啊。所以你看这个眼根，你眼睛，你的眼根造的恶业，你堕入地狱的时候，你就其他的耳鼻舌身意都会受到这种苦啊。如是六种，一时教授皆由戏者眼贪幻色，这种六种感觉，我们同一时间感受到的，都是因为什么？因为生前我们的眼根贪什么呢？眼睛贪看虚幻的色相，现报今报如是哦，现在受住这种果报。一不忏谢，假如我们不忏悔，我们不谢罪，怎样能解脱呢？何有出离？怎样解脱呢？而我众等无始来经，而我们这些众生啊，从无始以来了，或贪幻色，心着幻尘，有的是贪恋虚幻的色相，
心里执着着不世纪的外境，贤皇诸子红颜娇笑，珍奇宝玩，男女永远持敬好求。OK， 我们很注重外表啊。啊，你看我接下去那个卦符里面呢、啊，以前呢、啊，他以朱子，朱是红色的意思，紫呢是紫色的意思。以前的人呢、啊，他们以朱和紫来比喻正和邪，好和坏。朱是红，是正色来的，紫是杂色来的。我们知道紫色是由红色和蓝色掺起来，我们才能够得到紫色，所以他们把紫色称为是一种偏呐、啊，不是正的色来的。所以以前呢，以前古文呢，把这个朱色和紫色比喻成正邪好坏啊，形容啊我们善恶不变啊。那古代那个红色也是高级官员的副色和副饰啦，这个我是大概讲给你们听罢了啦。我注重外表这样子，世间显贵的智慧啦，这些贤皇诸子，就说以前那个官呐、啊，你看他的衣服的颜色，你就知道他的那个官位是到哪里啊？贤皇，贤为天，皇为地色，以前的人是这样子来讲啦，就是说我们看那些官位啊、官啊穿不同的颜色，我们只知道官位有多高，所以我们很注重外表，我们很注重世间显贵的智慧，高位厚禄，我们只是注重这些，我们不去分辨善恶啊。这个红颜娇笑，这个娇娇是美人鱼的意思哦。笑是很薄纱的意思，红颜娇笑就是说那个美人鱼用薄薄的纱包住，就是说它是形容是一种女色的意思啦，是我们沉迷于女色的意思啊。珍奇宝玩啊，我们对各种很贵重很奇特的物品啦，我们都很喜欢的啦，眼睛看到就喜欢。男女容颜啦啊，俊男美女啦，持敬好求，我们都去追求啊，就去沉迷，起非法想，起不好的念，造恶无穷，造很多的业，遭报如上，就遭感以上的恶报啊。所以啊，我们不要沉迷这个女色啊，沉迷美的东西啊，沉迷色相啊，不然懂下去第一的时候就遭感刚才所遭受的果报，要死之前就看到哇，到处都是火啊，烧耳朵啦，烧眼睛啦，烧那种哇，很苦啊。第二个啊，他说，所以今天我们要对这三宝地藏持尊忏悔我们往业以前所造的业，从今日起摄心内照，这从今以后把心念安住观照，不住外尘，不去追求这种外境，眼睛看到不要去追求，实境现前啊，看到的都是真实相，见境妙色，见到的都是清净美好的色相啊。我们要忏悔，我们希望从今以去，从今以后啊，我们啊心念啊要安住，要去一直要关照，不要去追求外境，我们看到的都是真实相，见到的都是清净美好的色相啊，发真观智，发出真实的观念和智慧，不染习因，不被造成这种习气的因污染啊，得如所愿，希望我们都能如愿满菩提果，成就佛果啊，明白吗？所以眼睛哦，看到就好，不要去贪念，不要去追，第二讲我们的眼耳耳朵啊，忏悔闻报，由望闻习啊，这是因为喜欢听闻、望闻、听闻那些错误荒谬道理的习气，很喜欢听是非，很喜欢听那些荒谬的道理，造引恶报啊，来招感或是很恶的那种招感或是啊。此文夜教这些啊，临终的时候啊，又听闻所造下的恶业成熟了，在临终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
哇，就会看到很大波浪，把整个天地都淹没了，水啊，没灭天地。我们这个死者的神是怎样跟着那个水啊，进入无间地狱。这个时候两种现象就发生了，意识闻听，哇，一直听到声音都，哇，听种种闹啊，听到各种各样的嘈杂的声音，闹啦，很乱很吵闹的声音，精神什么乱，你弄到我们精神错乱啊，那耳朵哇，只听到乱七八糟很吵的声音，慌嘛，乱啊，精神就错乱。另一种呢是听不到声音也死哦，听不到声音也惨，寂静无声，哇，很怕。我们整个王者神识就变得很沉重，很怕听不到声音，看不到都很怕。如是闻波，这样听到的这种波浪啊，进入我们的耳根啊，助闻就进我们的耳根。这能为这为者，就好像听到这辈啊，这个者就这辈啊，这个第二个这个急是吗？这个急的意思就是说追问，这问追问你的声音，不只是责备你呀、啊，不只是骂你呀、啊，讲你不对呀、啊，还要追问呐、啊，追问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造这样的恶业啊？铸剑就注入我们的耳根啊，眼根，就好像这能为雷为轰，就好像雷声在咆，在那个雷在劈，我们在咆哮这样啊。我们当然这个是一种感受来的了哈，注息就是注入我们的那个水啊，冲入我们的鼻子里面，冲入我们的鼻根啊，就好像为雨，这能为雨为雾，就好像雨水雾水啊，撒诸毒虫周边满身，就好像雨水雾水浆一样，那个毒虫啊，好像雨水雾水一样，带落撒落很多毒虫，弄到我们全身都是啊，进在我们的鼻根里面，我们可以感觉到这种感觉，注味。注入我们的舌头，我们的味觉，就好像感觉到哇，整个嘴巴里面有吃到脓血和各种肮脏的东西啊，肮脏坏臭的东西，种种杂秽啦，各种肮脏臭的东西。然后这个大波浪的注到我们的身体啊，就是触到我们的身体，这能为畜为鬼，就好像感觉好像鬼和畜生缠身这样啊，好像屎尿一样缠身，很脏啊。很恐怖，注意进入我们的意识里面，这能为抛为散，这个抛就是冰抛，和散就是下雪之前那种薄薄的那种霜啊，这种啊，就我们的意识里面，好像那个冰抛冰散这样进入我们的意识，冷啊，很冷啊，把我们的心事都破坏了，吹碎我们的心魄，这些、啊、都是由我们的耳根造业啊。遭报而然、我们耳根造什么业呢 ？OK， 讲完这个了哈。我一众等无始来尽，或为因祸，工商玄管，无歌正声啊。这个你看我接下来有解释的。工商玄管是那个一种古代的乐器来的啊，工商那个。很多种的，你们有看古装戏有看到以前没有吉他、没有鼓的，他们的乐器是很奇怪的，那种工商弦是一种乐器，你们大概知道就好。吴歌正声，吴歌呢是吴国时代的民歌来的，正声呢是春秋时代郑国的民间音乐，他们那个时代的民间音乐啊，很新鲜、很活泼的，很热情奔放的，他是跟这个智系法师写这本宝钗的，他是读圣贤书的嘛，他跟孔子那种儒家很斯斯文文嘛，提倡那种雅乐是不同的、热情奔放的、我们耳朵很喜欢听这种东西，这种声音。弹板演技，弹板就是一种乐器，那个板拿来敲的啊，演技就是演这样子咯。男女幽灵，这些幽灵，这个灵就是艺人的意思啊。我们从无始以来啊有的被声音迷惑，各种音乐啊，歌唱啦、这种戏剧啦。男女幽灵就是俊秀貌美的男女演员呢，我们都很迷人哦。
那欧巴桑啊，看戏啊，哇，看到秦汉啊，林凤娇啊，羡慕的要死啊，以前啊，我们就迷失了，整天去追狐媚的歌曲啊，就说种种妖娆曲调啊，那种唱的那种歌曲啊，他们的哎呦，让你听了你那种狐媚很迷人那种迷失你的让你迷失的歌曲，种种淫词啊，各种各样充满淫意的那种歌词啊，着尽迷心啊，我们对着这些境界就迷失了，起非法想就起了坏念，就造很多业，就会得到刚才所讲的果报，当报如上。故于今日发怒脾尘，求哀忏悔。我们先今天呢、啊，我把这些都讲出来，要忏悔，称子闻讯，靠这忏悔法，成就我波野智慧，可以解说庙里的圆融音声，就披我耳闻法身之庙里，让我耳朵听到的啊，都是解说那些美妙很好的道理的那种声音。庙里藏经忏法，圆成波也解说之原因了啊。OK， 啊，对不起，让这个听闻的功能叫称子闻讯，让这个听闻的功能。披我耳闻法身之庙里，是给予我听闻无为法的庙里，让我可以听到这种无为法。藏经忏法，靠这忏悔的这个法门，继承波野解说之原理，成就我波野智慧，让我有这个波野智慧，可以解说庙里啊的圆融的声音声，有这种音声来。普化有情，普遍的教化有情众生，一同正道寂静涅槃，同归寂灭、啊、我们忏悔我们耳根所造的知识业，让我们得到什么，让我听到的都是好的妙理，那无为法、啊、然后我自己又能够有这个可以解说、啊、这种妙理的音声、啊、我们就停在这边吧，时间也快到了。有谁要啊？庭峰，你要问什么？好的，啊，那个，这个耳根 耳根的罪好像不关我们本人的事嘛，我们是听人家讲，听人讲说的这个耳根的业啊，耳根所做的业、啊，好像是不关我们本人的事嘛，是吧？人家讲我们听罢了啊，我们的耳朵是来听东西的嘛，为什么是一个业？你去听好的东西啦，你听了等下你又你看啊，他这眼耳鼻舌身意都有关系的，你知道吗？你听你为什么要听啊，你要讲是非你走开，我没有叫你去听那个那种会迷惑你的音乐，假如你能够如如不动你去听不通，你去 disco 你会如如不动吗？去到 disco 哇，那个 music 起来狂乱的时候哈，什么动作都出来了，有吗？失态了，也是就再加上喝两杯酒下去都失态了，这些是你造的恶业。好，老师补充一下。那我是啊，我已经讲过吧，师父最近年头要我们修六根清净吧。那我联想起到我们梁王宝忏里面真的忏悔六根业哈、啊、为什么我总讲过一句话了，有时候你会看到不好看的东西，听到不好听的东西啊，就是六根会接近一些不清净的外境哦，都是自己的业报来的哦。啊，所以这一点你会听了，然后呢就为什么都总是听到不好听的话，总是看到不好看的东西，不是别人的错，是你本身的业果招感而来的。所以师父讲六根清净，我们今年就要修六根啊。我说了，听而不听，听而就不闻，闻而不见而不见的那种感觉就好，意思我们看到不好的看到就好，听到不好听的听了就好，
就懂得怎样让不要进入到我们的意识之中啦、啊。因为它如果进到我们的意识之中，它就变成一种业力了。所以听了笑笑啊，你知道是听下去是不好听，讲下去都不好讲不好的话，没关系，你选择自己离开，选择不要，因为你没有那种禅定的功夫啊。这又连这个六根其实的作意呢，就跟禅定很有关系了。如果你心能够保持一个非常这个禅定的，如如不动不动，不受外境所影响，没关系啦，你就听，你不要跟我说我的耳朵根本我不想听，但是我要听，那是你自己的心事的问题啦啊。所以这里我补充啦，就是说其实从这一点的六根的那种因果呢，其实你造所有的因果都不会坏的，它是跑不掉的。你今天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所以我们知道了听闻了这种种的恶业因果的话呢，大家只要记得一句话，万般可放下，唯有业随身。你想到这几句话，你根本上呢，我们成为修行者哈，我们不是怕果，我们是畏因的，因我们都不敢去造啊，我们畏因啊，菩萨是畏因，凡夫是畏果。为什么是菩萨畏因？我们知道有果吧，我们生是因果，所以连种种的造就恶果的因我们都不敢碰。那个凡夫呢，他就畏果，等果显现的时候才可怕。所以这一点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清清楚楚哈。好，把这些时间交给大家，有什么要问的就拿出来问吧，不要客气。这一堂课大家都好像很乖，静静的听，然后都很懂。我相信不难懂了哈，只是难修罢了。就好像刚才老师所讲的菩萨畏因，你看刚才我们前面讲那个时期有吗？他不是有提到吗？诸佛菩萨摄目什么什么时期，对吗？啊，佛菩萨看到这个习气，哇，就好像避开有毒的海呀、啊。佛菩萨看到这样的习气，就好像看到毒蛇这样，就快快避开。所以老师所说的就是这个菩萨畏因，菩萨连因都不要去照的，很怕因的，看到就闪，看到就躲，避开啊。所以他有特别交代我们怎样，为什么，明白吗？刚才之前讲的那个十个习气那边，然后景凤，你看这一个，你问我。人家讲嘛，为什么你又不是你什么哈、啊？看他讲什么哈、啊？不是你要听，你的耳朵自然会听到啦。啊，但是你看这一句，恶者忏悔闻报，他讲他有由妄闻习，就是因为喜欢听闻错误荒谬道理的习气，就是因为你喜欢听，你就要受这个果报哦，招感，你就招感这个果报。对。啊，我们那种习气，有一种坏习气，尤其是人家讲人家不好听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去听，讲那些歪理邪理的时候很喜欢去听，不对的不要去听啊。还有个谁要问？阿燕，好的，谢谢老师。因为老师有提到，就是说我在四十八面里面，老师有提到，就是我们业表是要受报，就是不听上了，越到了一定就逃不掉了。我在想，就是说，第一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说自己造了一些业，那个时候就是要注定业，决定一切嘛。说我们对境的时候，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个果报，我们是固定要我们不可以控制我们的那个感受，那个一定要受报这个 feeling。然后这个是第一个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眼根里面，我自己看到这个眼根，这个眼根贪着看种种虚妄的色相哈。在想，比如说家，就是说我的家就是壁啊有粉红色啊、紫色啊，刚才那个杂色那些，自己喜欢这样的颜色哈、
想到是不是自己的眼根所造，就是所前身所造的这种种的这种业啊，而感到今生就喜欢颜色，甚至可能在 office 里面要买一些什么东西，也有一种那种习气，要一种颜色啊。这种会不会令到自己又会增上再造这种业，来跟这边就是自己造这种种种的音乐，就是本身喜欢听那种 orchestra 那些世界级的那种些交响曲啊，所以这种是很严重呢，就是自己哇，我喜欢听这种音乐，哦，会不会一直这样，这种很重很重的啊方面，会不会死的时候就要面对这种，要听到波浪啦，受种种的苦。这边也不知道要怎样。OK， 阿燕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听。没有，刚才那个我所谓的那个贤黄珠子，它不是说你喜欢什么颜色，它是代表说我们，我刚才有讲嘛，我们用珠和紫色来比喻好和坏、正和邪。意思说我们不是因为说喜欢某种颜色，我们是不会去分辨正和邪，明白吗？你抓到我讲什么吗？好像他说我们或贪晃色，心着晃成贤黄珠子，就是说以古代的人啊，他们用这个颜色珠和紫来分辨代表正和邪、好和坏。因为珠是红色，红色是正色，红色是 primer， 那个什么 primer color， 你没有什么颜色掺起来可以变红色的，红色是正色来的。紫色你是红色和蓝色掺起来你得到紫色。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不会变分辨真和坏、好和坏，明白吗？他不是说你喜欢颜色，不是。然后以前的做官的那个他们的衣服啊，有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颜色来代表贤黄啊，不同的颜色。你一看那个人的衣服的颜色，你知道他的官位有多高有多大。意思是说我们啊不要用这个色眼去注重这些官位啊钱财啊地位啊，然后我们要会去分辨正和邪，我们的眼睛啊，明白吗？做到我讲什么吗？做不到，到知道，只是说我在想这个眼根所造的业。我回头刚才你所讲的，就是我们这种眼根，我们要控制，是我们自己的眼。比如说我是说刚才你讲所讲到的那些官位什么。那我们到这个时代，我们没有做这种官位，但是比如说做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喜欢看那些家里那种家的那些连续剧啊，那些国王啊、秦始皇啊，他们不是有一些很美的那种衣装啊，我们去看那种，好像比如说武则天啊，就是要看，好像朋友讲看他的服装啊，怎样美怎样美那些。也是真的已经造了这种去追踪，会不会是已经造了这种眼根的业呢？我在说就是每一天我们所修行和这些是自己就是难免不知道要怎样去持这个气，怎样坚持。假如你只是觉得它很美很美，你看到你欣赏，我不觉得它是造业咯。他是叫他这边他要带出来的目的就是说，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我们不要去追，不要去沉迷，不要去贪，明白吗？这种你会造业。好像你觉得你很喜欢看，哇，他这古装戏这样，他的衣服很鲜艳，颜色很美，那个我不觉得是什么造业咯。老师是这样子解释吗？对对，
亚燕老师在这里补充了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造所有的种种的业的话呢，会得到种种的果报，那是一个定业。但是呢，我们有讲到经过忏悔真如的忏悔之后，很多业力都会我们说重罪轻受，整治会消灭。然后你刚才所说的一切，就是我们用我们透彻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的造作的业力呢，它只要是清净的，清净的一个耳根，它不是造业。就比方我举个例子，我们说色哈，眼着色吧，那你看到名牌，你总是喜欢名牌，那你欣赏名牌，那我能力许可，我去买一个所谓的买一个来用，那是你在欣赏很清净的身心之下去购买你的能力可及的，然后呢就去搓起这个色，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呢，它不能够说你造了恶业。因为人在这个世间上呢，很多时候是我们真的会被这些东西说是我想要，但是你有能力你 OK， 但是有时候你追的不就升起了颠倒贪念的心，一个不够，两个心烦，要这样要那样要，所以哪一个国家有我就哪一个国家追，那就是进入了你的作意，就是贪嗔贪的那个作意而出来了。那这个你是眼色跟着色，而你用什么根色来去进入你所要的东西啊？你没有能力，你觉得没有能力，那你就想办法要去争取了。当你要争取的时候，你心里就有产生了一些对拥有的人产生一些不满了，怎么他有这样的福报，他有什么了不起能够这样，这个就是作意了。然后你又想到我一定要争取，但是你的薪水有限，你就想办法去用种种的方法去拿起钱财来购你所要的色的东西，你的这个形色的东西，眼睛看到的东西。那意思就是说你用透由你的根气而起了造作恶业的心，我们才说造业。如果你说我家里这样子，我进到我家，我喜欢我家是这样的一个颜色，而我喜欢我家的这个清净，我喜欢就像老师这样，我不会，我不喜欢黑色，我不喜欢黑色。那么你说哦，这个就是错，我喜欢红色，我喜欢黄色，因为我觉得这个红色鲜艳的颜色可以带给我更加阳光的思想。那黑色的话呢，我觉得为什么黑黑的东西暗暗嘛，我觉得我不要。这个不能够说我们贪着或者我们已经受影响，只要你记得清净的六根是没有颠倒之想而作意姿态，那就 OK 了。所以你不用说哦，我这颜色我一直着相哦，这样不能，我要这种颜色，不是，不用担心，因为那是清净的选择，就 OK。那好像你说看电影，很多人真的追连续剧也好，追这些爱情小说、打斗小说、打斗的故事，到没日没夜，然后甚至就是连忘吃饭也没有，就是这样子一直追，一直追，然后就起一些幻觉了。我跟你说，这个真的就是有业了，因为它会迷失你的意识。啊，好像你看打斗，你就想哇，应该这样打他，这样打，这样斗，然后我是爱就怎么样爱，怎么样爱，怎样的，哇，这种就是迷失了。那我们就不要追，尤其在娱乐上，好像听音乐，我要轻松，因为我们的耳根需要好听的音乐，那就很轻松的去听了啊，那不算造业。所以你不能够把这个耳根六根的一个作业呢，是不要要清净不颠倒就 OK 了。而且你说哦，我喜欢听这个音乐，但是你听到音乐每天就沉迷在音乐，你忘记吃啊，忘记生活，忘记修行，那这个就是一个业。但是你说哦，我晚上要睡，我听听音乐，然后我喜欢去买一些这音乐来听，没有造业，明白吗？啊，懂吗？啊，懂了，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大家明白吗？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卡在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就不能这样，不可以的。只要告诉自己你的心事是清净无染尘的，那就 OK。 即使你现在进入的染缸，出淤泥而不染，
就好像刚才我套用的那个这一句话，主要就讲到啊，这个阿峰问的那一些话，出淤泥而不染，生莲花清净心。莲花就是出淤泥，你即使把你放在一个是非地，把你放在一个污染地，你的六根是清净的，你走了离开了这个污染的地，你还是清净的。所以他修到这样子并不容易，但是是可以的，明白吗？好，阿燕清楚了没有？所以不要去把这些东西就弄到啊，颜色刚才所谓的颜色紫色，那只是一个比喻罢了，一个比喻罢了。好，好，那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问吗？时间也差不多，还有什么问题谁可以发问的？我希望我的解释也能让大家去学习，然后啊，燕所发的问题，它会启发我对你们的开示，也会启发大家的思维。因为有时候他问的这个问题，你们在给你们做了开示，你会串习到、串想到，哦，是了，是了，很多东西其实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就会以这样、这样、这样的，好，所以也不是一件说。听闻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个修学的经验，那个听闻过后如果能够深入的去思说，然后再实修，那是更好的经验了。好，那大家还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可以发问吗？啊，陆森，你们两夫妻真乖哦，有什么问题吗？听得懂吧？啊，陆森，啊，陆森不会怀疑的嘞。对呀，哦，我是在想，哇，他应该听得懂。慢慢慢慢学啊。啊，还有什么问题吗？嗯。啊，龙师兄也有在线上是吗？嗯。有吗？有谁有问题提出来？啊，提出来大家都受益啊，老师解释一下啊，开示一下啊。哎，老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老师是这样的，我就是说，其实不是一个问题的，就是说这只是拿出来讨论一下，就是说，比如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做讲这个忏悔，就是说我们换了一些什么，或者觉得哎，我们今天做了一些东西不对，以上的这个忏悔是不是有一个 format， 或者是应该是不是有一个句子，就说啊，一个 formula， 你可以跟着啊，我今天是这样，所以我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忏悔，或者就是说让师兄们比较容易的说，哎，我就跟着这个字体这么来念，这么来读，这么来，就会比较更正确的方式去实行这个忏悔。忏悔的这个就是对自己所犯下错误的行为升起了惭愧心之后深入忏悔。那至于忏悔的一个所谓的真正的记行，往昔所造诸恶业，还有啊很多都是属于忏悔文。但是呢，忏悔文是有一定的一个句型，但是我比较喜欢用你们真实的心理的忏悔，因为当你今天做了这样的一个错误，你要针对这件问题啊，然后在佛前或者向知识善知识做真如的忏悔。第一，你一定要起惭愧，然后你就跟诸佛菩萨讲，弟子某某在今日犯下这个口业啊，这件这个造业的行为，如今真的在佛前求忏悔，如今往后不再重犯。你就要针对性的，如果没有的，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是我鼓励的四句忏悔文。所以没有说有特别说啊，注定这样，规定这样。如果这样的话，每一个人的业力都不同。有些人做了这样的业，他不觉得是错的；但是有些人做了一点点业，他觉得马上要忏悔。但是我们不知道对和错，还是要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这四句文，明白吗？所以没有不能够说有一定的，有一定的就是在经文内，但是平时都要的。
啊，都要忏悔的，就是啊，我今天去在公司，就像你在公司，如果今天呢是很冤枉的，造了就去骂了一个同事，然后你就一直过意不去，你就要审思先惭愧，之后你就向佛讲，我今天对同事做了这样的一个口业上的或者指责性的或者冤枉性的业，我今天真如的忏悔。啊，那你忏悔之后你就不要再重犯了，那你忏悔过后你们要祈求从今往后不再犯，那这个忏悔才有价值啊，明白吗？ OK， 好，对，老师，就是最后这一句，就是说从今以后不再犯，这一个啊，就是要很大的一个对对对， 你有忏悔，我们会这么说，如果当我们做错一件事情，你是真的知道自己去错了，你一定敢讲出后面那一句话。对对，你一定敢讲的。如果我做错一件，我知道我错，我说从祈愿菩萨加持，从今以后不再往昔不再犯了，因为你知道是错，但是你只是因为说我要忏悔，是因为我不要担那么大的业而去忏悔，那不叫做真如忏悔，那你还会重复性。所以我常说哈，我们人是这样，当你要忏悔你就要记得不要再做了，那我们这里做那边忏，这里做那边忏，到最后没有用的，白忏啊，对吧？啊，所以没有一个定义，但是最大的就是忏悔文里面有很多，你可以从经典里面去探讨去学习，好不好？OK， 还有什么？嗯，好，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要做回向，因为明天我们师兄有些要很早出门，我们大家呢，一起随喜哈。明天我们的禅心园的动土仪式，虽然你啊，龙师兄啊，白居安啊，你们都不能一起去来沾沾这个法喜，不过我觉得这一刻大家的心是非常的开心的啊，因为终于我们有一个真正可以启动的修心禅定的禅修的一个地方。当我们把这个禅心园啊禅心园弄好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大家更有时间让我们自己闭关，好好的离开这个所谓的这个繁荣的都市，去到一个山野的地方啊，四处都是黑暗的地方，但是心是清净的，好好的禅修，我觉得大家都在期待着哈，所以不能去的师兄你们就随喜功德了哈，然后有机会等你们回来的时候啊，去看看，去参与参与，好不好？好，那我们下个星期二是初一，星期三的课我们照走，没有停课，好。这个星期二是初一对吧，六月初一了，然后如果时间是没有闰月的话，我们就已经是七月初一了啊，大家六月初一过后呢，我现在有在讨论着，在计划中，看我们八月三十号这个月尾的梁王是否可以拜，我们在讨论中，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个很好的答案，说哎，我们可以进行了，好，大家期待吧。好，那我们一起合掌回向了，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谢谢老师，大家谢谢老师，下个星期再见，谢谢大家。